那个这个刚好有这个，刚好有救护车了，好恐怖哦！为什么你知道吗？这一个男生他闯红灯，已经红灯，他还一直骑，之后这边有车子过去，他只好撞上去。你有这个有录下来？我录下来，回家给爸爸看。哎呦，哦呵，干啥？妈咪，刚刚好。还可以去卡包去哪里了？我拿给你，在弟弟那里手上。哎，他肇事逃逸，他跑了。哦，不是他了，是他撞到他闯红灯的，没有他的事。哎，那他跑了，哎，我卡住了。要以为三脚架吧。好像有人昏倒了。谁闯红灯啊？那个、没有人昏倒了。这台车子闯红灯。这台要爬墙还是闪到腰？那个刚好这个救护车在这里。那个女生那一台车子卡过链器，那个女生摔下来，那个女生比较严重。对啊，那个女生好像昏了。那个女生比较严重。